就是叫五年，五年的话呢，我就计办五年。那你可以看到呢，未来所以早期没有钱的话呢，就可以出去就可以了。那我们说呢，第一的话呢，水果一定要有凤梨。凤梨的话呢，我们闽南语呢叫凤来凤梨，凤来就是凤梨来，所以呢就是一个好意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还要办的就是香蕉。香蕉的话呢，一定是要那个朝向。朝向的话呢，就是招财，招财进来的意思。假如徐心怡，在家。看到没有？为什么三宝姐那个水有这么高的张力啊？它是有天然的矿泉水。水里面的浓密度很高，所以它有这么高的张力啊，跟一般的自来水不一样的。你一般的自来水，你倒下面就倒了，你再加一点，应该还可以再加。看到没有？很高的张力啊，因为有氧气基地的疏散，还有呢，那荷兰的就是战争，所以呢，前面这个呢就是矿石。在马六甲唯一呢，在马六甲可以找到这么多的矿石，在地底里面挖到呢下面呢有水源就冒水出来，长期呢经过了这个矿石的洗礼，所以呢就是说矿泉水名字就是这么来的。所以为什么有矿泉水这些矿字？十一点跟你们讲哈，所以呢，那我们说矿泉水就是这个石，这个矿石很重的，对，这种的过来这边来。一定要在这个地方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国人的地位和国人的成长 ，OK， 所以的话呢，这就是建山啊好山顶水，来，我们去喝三宝井水。再还有呢，假如呢你有个山。你把这个毛大了之后呢，放进去，它就会止血了。这是一种植物来的。OK， 给你介绍，这个叫金狗毛。OK， 好，来，我们到前面来。这边来。结果就去问为什么，他说你们这样拜不对，因为他是回教徒，回教徒没有拜方向，对方向导。要在这方面没有问题，只要你们要拜他当神像拜就好了。对吧？那对于我的话，一个像的啊，前面出来。那可是呢，我们当地的人啊，就觉得，哎呀，我们来这边的话，这个很奇怪，没有什么，然后没有尊敬他这样子啊。可是人家说没有关系。Wow.
好的。